我代阿 Jo， 多谢大家。饮杯。我都是时候功成身退。既然大家都有咁多唔同嘅意见 ，OK， 咁同海外合作嘅事暂时 hold 住先啦。我哋讲翻码头上盖改建项目嘅进度啊。OK 啊，你最知道我心意啦。哇，今日个鲈鱼好似好新鲜喎，趁热食啊！冇其他嘢啦。仲谂住我哋之间会冇秘密添，估唔到你都有嘢瞒住我。你系咪打算利用新铁路线总站嗰块地皮嚟帮码头上盖改建项目筹集资金啊？留翻喺屋企安心养胎，过翻啲幸福嘅马家雪拉拉生活，咁好咩？呢度医院嚟噶，我真系咁快先啦。你唔好咁样啦。好啊，唔好咁啦。我起身先啦。我点话？几点？我后埋我大人大义，非常就忍唔到啦，大人不见会。好，大嫂，我哋做正确嘅事。中间引起咗变化，当中每一个人有咩结果都好，都唔到我哋控制。好似你个位咧，我觉得 Sammy 比较合适。Marco， 估唔到你咁快可以讲翻嚟啊！啱啦，啱啱 Thomas 提到佢喺三大银行争取到80亿嘅融资，冇出去咩 ？Sammy， 我同你讲好咗。将基金会主席让咗俾你，你就会谂办法叫 Marco 唔好再插手码头上盖呢个项目。但你而家分明呃我啦，我真系冇谂过你啲咁嘅人。仲有啊，你而家有 B B 噶，唔好成日发脾气啊。OK， 可以同 Chloe 一齐拍住做嘢，我梗系开心啦。不如咁啊，既然有董事提议用 Andy Wu 嘅设计，不如我哋即场嚟。帮呢两个设计投票啊！赞成 David Mark 嘅，请举手。码头上盖改建项目，我哋用 Marco 嘅方案。多谢，揾我咩事啊？唔系啊，着得几 fit 啊 ，Chloe 啊，你唔好咁猛啦，咁样对 B B 唔好噶。Chloe， 你咪对我有啲咩误会啊？你系咪谂多咗啊？我点解要夹埋 Marco 打阿 Thomas 啊？对我有咩好处啊？你威胁我？工程部的 report 唔俾我签，佢入档案室啊？啊，系之前马山峰会咁做噶，我下个月改翻啦。唔使啦，照旧啊！记得影多啲靓相翻嚟。老公啊，够钟啦，我哋行。嗯，你上车先。大哥，爹哋嗰边走啦，拜拜。开心啲啊 ！OK， 拜拜。好，拜拜。保重啊！咁而家翻翻嚟屋企，咁咪好啦。
唔单止你有 ，BB 都有。多谢。既然大家对呢个项目有咁大争议嘅，咁倒不如大家冷静一下，我哋考虑清楚先，下次开会嘅时候详细去倾。OK？ 又得。等我哋日后退休咧，都有个铺收租嘅。系。阿 Jo 冇同我提起过喎。头先我讲嘅安排就系希望你有现金有物业喺手，等你有足够嘅保障，我就可以放心去做。我听日会搞埋啲手续。佢都系去到澳门之后先 send 信息同我讲啫嘛。Jo 啊，点解你咁讲啊？你派人讲嘅，以后唔该你检点啲。Jo。如果你唔想我去个 dinner， 我可以唔去嘅。你讲咩啊？就寻晚嘅事，你要同我离婚？你放心，我之前应承过你嘅，包括赡养费，绝对唔会俾少你。咁而家就归我哋马家。马耀祖，你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啊？我同 Marco 做过啲乜嘢啊？点解有张咁嘅相喺度？嗰日我好唔开心啊！我去咗酒吧度饮酒，我永远都唔会。我同你缘尽于此。手术咋？你唔好乱咁喐啊！我要见阿 Jo 喺边度？我带我去见佢。你冷静啲 ，Sammy。阿 Jo 系咪仲喺度？佢冇走到系咪啊？大事啦，唔该，我会陪住你嘅 ，Sammy。我知道你哋怀疑 Marco， 点解会怀疑佢啊？我同你缘尽于此。只要你同马家断绝所有关系，我之前答应过你，包括赡养费，绝对不会给少你。你要拿走我所有嘢，唔好怪我。放心啦，你咁辛苦打翻嚟个江山，注定留俾我同 B B， 我一定会帮你好好地守住，唔会俾任何人抢走。点解啊？因为我中意你，中意我。靓女，同你哋影张相啊！再愉快。其实我每次想翻起都觉得好心痛噶。如果我哋两个 B B 可以一起玩、一起大，你话几好啦？二嫂，我知道你想同我倾啲乜嘢，我都好想完成阿 Jo 嘅心愿，发展新铁路总站呢一块地。不过如果咁样做，佢会有违公司嘅利益。如果你想抽调码头上个项目嘅资金 ，sorry， 我帮唔到你。资金嘅问题咧，的确好令人头痛。不过眼前仲有一件事令我觉得好头痛。咩事啊？大伯，你睇下条片先讲啊。
追踪唔到来源，亦都唔知对方有咩目的。不过条片显示咗大嫂好有可能整烂对高踭鞋，然后毁尸灭迹。大伯，你都知啦，如果呢件事俾老爷奶奶知道嘅话，后果真系好严重。大伯你知啦，我同 Chloe 好好姊妹嘅，佢小产对佢打击真系好大，而我亦都唔希望旧事重提，再伤害佢一次。所以今日我约大伯你出嚟，系希望将呢件事交俾你处理。原本对高踭鞋系我着嘅，即系证明大嫂要对付嘅系我。大伯，其实大家都系马家嘅人，遇到困难好应该互相帮忙嘅。好啊，咁我等你好消息啊。饮茶。我手提中咗毒啊，有个 email 开唔到，你睇下帮唔帮到我开？落地，事态严重，所以私底下同大伯讲咗，交俾你处理。Cory 佢点啊？佢心情好差，唔肯讲嘢。你一阵入去，好好地同佢倾下。我挂错咗你 ，sorry 啊！你个害人精，你仲要害我啊！你做咩又害我啊？点解仲要害死我？梗系停啊！停！咩啊？系啊，系我揭发你噶，我仲要将条片放上网，一众世界知你细佬凶手。我而家都要死你！唔好啊！哎呀，而家到你冇事啊嘛？我冇事啊，奶奶。不过我收工之后都会抽翻多啲时间照顾翻 B B。唔好太操劳就得噶啦。嗯。